今天穿的是浅色系，那我们穿寿司也穿一个白色的吧，都是白色。好了，宝宝的办卡。宝，你可以选择不抽，直接变成口腔音吧，怎么样？那就直接弄口腔音好了，我太了解你了，直
比之前的那个好很多，比之前的那个麦克风好太多了。谢谢一二三宝宝的班卡。三宝宝，五十张单啊！谢谢你啊，三宝宝，绝绝活儿。一二三大旗，感谢一二三老板带我们看这么好看的节目。
声音。旋转跳跃是吗？这个声音加上旋转，那简直是绝了！宝宝们，搬开，咱们众筹一下。差90张了，咱们众筹一下，一人一张就过了，没差多少了。就直接把它转换成口腔音。说时间加长点，让我们感谢一二三宝宝，有一二三宝宝。那我们继续，我们现在还不会停下来。感觉特别的不一样。
咱们众筹一下，办卡马上就完成了，还差30多张，马上就完成了，咱们一人一张就过了。小孩抱一样的声音，宝宝们，咱办卡凑一凑，还差最后15张，众筹一下就过了。费劲了。好，我们来一个左右来回的，像小海豹一样的声音。
是女孩子化妆用的眉刷，对，这个好爽的，这个很爽。13张了。
今天有一二三宝宝的支持，把我的办卡任务都完成了。今天飞机坐一坐，转三个飞机。
深藏不露宝宝的海螺车，么么哒。万一过了呢？没有过也没关系，万一过了呢？万一过了就可以加热度了。什么？我都没有开降噪哎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我的设备、啊。